热天来一杯清凉饮料，畅快透心凉。但就连这一间从彰化园林起家，标榜新鲜果汁茶饮的连锁店大院子，也宣告失守，农药检出不合格，而出问题的就是这一款。三角立体茶包，这是今年二月才开始贩售的包种清茶，被验出农药异达胺 3.9 ppm， 比标准多出 0.9 ppm， 另外还有根本不能使用的杀虫剂三赛唑 0.08 ppm。三赛唑可以使用在这个米类的这个作物上，但是不可以使用在茶类。那当然，如果使用比较过量的话，可能对这个肝肾会造成这个影响。茶饮料风暴首度被验出杀菌剂三赛唑，不是量多量少，而是根本不能用。业者说，这批问题茶叶去年十月向台南盛方公司买进1800多台斤，扣除茶梗分装1300多台斤，已经卖出一半，剩下的卫生局全部封存。包装或者是证明，那会全额退费。连锁店五十岚、英国兰接连中招，大院子也沦陷，不但农药超标，甚至还有连用都不能用的杀菌剂，假使喝多人体无法代谢，还会伤肝肾。记者陈梦回、陈广瑞彰化报道。